Y Live 2016年度盛典，年度最佳男新人主播第三名阿阳，第二名方子，第一名韩安旭。有请三位，有请。第一名这个小伙儿一首《多幸运》唱红了大江南北啊！哎，好，请陈大颁奖。你看看人拿奖的，一个比一个苗条。咱看你，李先生，你特别是你现在特别适合代言那个牛肉面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吗？哎，对，可以的。你长得像那个碗，我不介意。谢谢陈大，那我们请安旭来发表获奖感言。谢谢。我想说，对于线下的事业来说，我是一个歌手，但对于 YY 来说，我是一个刚满直播六个月的新人。能走到今天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。 YY 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，因为 YY 会有很多成千上万抱着梦想的人来到 YY。 同样，今天的这个奖离不开我自己的粉丝，离不开工会，因为是粉丝给了我力量，让我足够拿起了这个奖杯。工会就好比我们生根发芽的地方，我感谢工会，感谢我的大哥七爷哥，然后感谢我工会的每一个幕后的成员。同样我也感谢 YY 能够给今天每一个主播这样的一个平台，因为每一个主播当开启直播的时候，每个人身光都是发光的，都是发出很多正能量的事情。所以说这个奖杯得之不易，我会珍惜这个奖杯。我拿过很多的奖杯，我也拿过很多的证书，但是相比之下，我认为这个奖杯是很沉重的，因为这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奖杯，是属于我们家每一个宝宝们，五零七八每一个兄弟姐妹们送过的这个奖杯。在此我感谢我来到 YY 这六个月所有人对安旭的支持，也感谢官方一直在支持安旭。在这里面跟你们衷诚的说声谢谢，辛苦了。谢谢，再次恭喜三位获得最佳男新人主播，谢谢。